走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，拖入污浊的脱涛之中。为铜蛇铁狗咬噬，受尽折磨不得解脱。过完奈何桥便可通往六个去处，即是进入六道轮回，天人道、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，也叫旁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其中天人、阿修罗、人道属于上三道，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则属于下三道。至于去哪个道，是根据亡灵生前所作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。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，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并不通用于所有人。因佛教中修行之人，如果功德圆满的命中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，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，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，因业力牵引，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。http://athanks.blogspot.tw/2015/03/6909.html